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？张克明。张克明哦，你的刺青刺到脖子上哎。哦，好屌哦。你有没有需要女朋友的啊？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万个。一万个？嗯，当然是假的。十个可以了。一个啊？啊？一个就好。一个就好。对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八海张克明哦，真麻子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。请问你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女生？是可爱的。可爱的、哦。这个可爱的、啊。你觉得现在女明星啊，谁最漂亮？不知道。你觉得杨丞琳怎么样？杨丞琳，你觉得杨丞琳怎么样？还好。杨丞琳太老了哦。太老了。好吧，就这样，谢谢哈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刺青。哦，那刺青刺到这样，已经就是到了这种疯狂的程度了。赞了。